新竹市长高虹安虔诚上香祈求顺遂，但豪宅助理费争议还没落幕，又被爆出市府设宅包租代管标案疑似图利自己人。为了要去安一个高虹安贪污图利的罪嫌，然后就要把身边的人全部都搞得好像他们都是一些贪污犯一样，请大家回去再好好看一看，不是还回顾在三天前错误的新闻。高市长态度硬起来，不过竹市府设宅包租代管得标案疑点重重，这次标案采最有利标，共四间公司纳入评分，其中两家是知名的专业代管团队，在五名评委标准当中几乎都是被打一到三名，反观汇创却是三到四名吊车尾，唯独五号评委排除众议给汇创第一名评分，也就是这关键的89分，让汇创拉高总成绩，轻轻松松抢下标案。这是他们公司的第一个标案。那按照这个评选标准来说，他在这个10分与5分的项目应该都不能够得到任何一分，应该最高只能拿到85分，而其中一个评委却给到汇创公司89分的高分。有一位委员他可能对于某一间厂商的分数是相对比较高的，趣味比较高的，但是呢依照采购法也是在会议上面会请这一位委员来说明，绝对都是合法合规进行。起人疑窦的不止这样，汇创公司今年6月才在新竹设立办公室，7月立刻投标，8月进入评审后，9月得标，6月19号成立的公司，短短不到2星期却拿下3800万标案。高虹安市长应该要明确跟市民朋友说明清楚，汇创公司究竟是不是自己认识的公司，经济部认可有这个资格可以来承接包租代管的厂商，我们就会依法让他可以进入到评选的阶段。落选的第四家厂商，他们已经有向工程会提出申诉异议，我们新竹市政府绝对都是全力配合调查。设宅包租代管巨额标案的背后，又是另一起极不合理标案，竹市府大密保越挖越深。竞选总报道。